他的 IG 上面说，就是如果有好消息会直接亲自跟大家讲、嗯、对啊，那他那天知道，我们知道是他是真的是去打麻将，是确定打麻将的，打别的，打完麻将基本上都会打大老二啊，打整天老二都怎么打，打到多大队友抱尤里只是去春风家打麻将，奶哥进脱口没那么单纯，我送我打开龙石洞，我只要攀高，我为了杀你欧北空。威姆探欧北共，近期911春风被周刊拍到和啦啦队女神 Yuli 疑似热恋中，即便 Yuli 在26号发文否认恋情，但还是要听听看她的队友们怎么说啦。之后刚好有爆出 Yuli 跟春风的事情，爆出来了之后就是情绪很低落一点，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行程都是有很多哪个问春风是谁啦、哦、春风啊，春风我知道，爆出来了之后就是情绪很低落一点，他的 IG 上面说，就是如果有好消息会直接亲自跟大家讲、嗯、对啊，那他那天知道，我们知道是他是真的是去打麻将，是确定打麻将的，打别的，打完麻将基本上都会打大老二啊，大老二你整天老二都怎么打，打到多大就是一个阶段性的，先说再见，将来还会再见。还有日前才因撤台丢掉一代女王主持棒的曾国城，被好友焦志芳爆料手上还有很多行程闲不下来，让空姐老婆不是很开心。那陈哥好像最近是不是有听说有冷落老婆，因为你都玩到就是清晨才睡这样子，不是玩啦，就是在家摸鱼，比较喜欢享受自己的时光。十一二点了，是一个人蛮舒服，应该可以完全放松了、啊。嗯，老婆再放松不了。有时候打打斗地主啊，对不对？打大老二啊，斗地主不是大老二。你乱跑，会在安排啊。我们都有家里聚会，我们要去日本了，对，上礼拜。那个只是焦志芳他自己在那边，只随便老婆 complain 一起吃饭 complain 一下。有时候焦什么？朋友不要乱叫，我就知道叫一些口风紧，我口风最紧，可以吗？你口风比我的手都还紧。曾国城对老婆曾许下甜蜜誓言，厮守终身。他等于是我一个宣誓的作用。把所有的心血花在这一次，没有下一次。不料一年前，老婆和羽球教练被狗仔拍到，似乎没拿捏好社交距离。那老婆现在还有在上羽球啊？还在上谁？羽球，羽球课，羽球课啦，比较少了。哽咽。